手听这份光荣，我乘坐的时空由我来操控，人生不会重播，未来要放手一搏。1992年5月17日，马来西亚羽球队以3-2打败了印尼队哦，让我国再次夺得世界羽坛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，全国上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羽球热潮哦。在当时啊，打羽毛球几乎是全民运动呢。2015年大马洲湾以3-2的决赛比分击败邻国印尼，而第五度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宝座，全国人民无不欢呼雷动，举国欢腾。大马汤杯黄金阵容在这场举世瞩目的赛事打出一流的水平。莹莹，来，喝杯茶，暖暖胃，润润喉。刚帮我找点新闻，应该累吧？不会啊，看到你就不累了。有啊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带我去打羽球的吗？你订了场地吗？当然订了啊，虽然现在所有人不管男女老少都跑去打羽毛球，虽然现在场地又难订又贵，不过为了我亲爱的小霞，就算死了我也会订得到。好感动哦，悠悠。我很爱你嘞！再多3秒钟，你会爱死我。怎么？一，什么东西？三，送给你。很美嘞。是哦。噔噔噔噔。金链。也送给你。哦，很重。你去整理一下大马羽球队的简报，我要做特辑，等下交给我。哦。Lucky 姐，你要的报告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女人真的很伟大的，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，为他苦苦等一生，都心甘情愿。Lucky 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有时候我很心疼你的，都到了这把年纪了，都还没有人要，情路坎坷不说。将来还要孤独终老，我一想到我就。Lucky 姐，你看我这个金链，还有这漂亮的玫瑰花，都是友儿送给我的，这些都是爱的表现。来，送给你一支。我们女人不要再为那些干枯的玫瑰花伤心了，我们要做含苞待放的玫瑰，这样才不会白白的活着。Lucky 姐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我不能让他一辈子都取笑我的。放着了 ，Thank you。你是什么人？海南万宁。我是什么人？客家河婆。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当你是一个很 sexy 的女人。这样的话，那你要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吗？那个夏柠檬跟酒家贵整天在我面前穿情侣装，我也要一样。哦，好啊，
能够让你每天这样子，你想怎样就怎样了 ，OK？ 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跟你的白灯一模一样的？这是我20年前做的情侣装，现在我们有机会一起穿来上班了。Lucky。你要知道，我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台长。身为一个台长，在办公室穿上情侣装，你不觉得很那个吗？我要你穿。不要。要。不要。要。不要。要。你满意了吧？很帅。啊！我突然间好渴哦，喝水先啊。哎呀！惨了，怎么办？我还是换回我的衣服吧。你什么态度 ？Lucky， 我们之间，你的心里有我，我的心里有你，不就够了吗？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些浮云般的形式呢？啊，根本就是 Siki 敷衍我。20年，一拖就是20年。20年来，你从来没有想过要给我名分。10年一觉阳春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哇，嘉欣跟何淑萍讲哎，太厉害了，为国争光啊！哎呦，本来我也可以啊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今早来到办公室，看到同事个个穿着球衣，拿着球拍在庆祝大马第5度得到汤姆斯杯。我们今天来好好享受这个假期，然后和大马的羽球队一起共换这个荣誉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就是大家熟悉的 Lucky J 梁和妹。今天我想在科幻的节目中加插一段相亲广告。本小姐今天就在空中征婚。如果你有意的话，请在3天之后来我们时光电台面试。如果你想目睹本人的美貌容颜的话，请翻阅我们这一期的创刊号，我就是封面人物的其中一个。未来要放手一搏，未来要放手一搏。嘿。征婚啊？怎么这样突然的？啊？很奇怪没？我只是不想为了某某人再蹉跎我20年的时光。Siki 笨笨的喽。哇，有20年哦！哇，时间真的啊，呜，很快哦。可是 ，Lucky 啊，你看我这样子也不错嘛，有没有？逍遥自在。你阿文他们两公婆很羡慕我们的。阿文上个月死翘翘了，我梁和妹就只希望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他心里面只有我梁和妹一个人，他心里面只放得下我梁和妹一个人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吗？那个你看我心的 size 就这样大，然后你这个 size， 我吗？喂，时光电台，请问找哪位？喂，婉君在吗？婉君，她有工作在身，不在这里。我知道，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婉君不在这里？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这个人很奇怪。奇怪的人。刚才我继续打包午餐回来的时候，楼梯口也是奇怪的人呢。他放着一个东西和写什么金呢？婉君，
婉君啊，有人送东西给你。婉君，你可能遇到变态老了。放心啦，没有事的。消毒一下。Macam kata buru, nama pula asing. Ano ano, 我每次也是收到这种疯狂听众给我的告白信的嘞。哎呀，不用大惊小怪啦。谢雷梦 ，ukurlah baju di badan sendiri, jangan masuk paku angka sendiri. Awak jangan bandingkan diri anda sendiri dengan Wang Jing, okay? 你可以讲华语吗？喂，喂，我要找婉君。我就是，请问是谁找我？婉君，我阿星啊，你昨天有没有听到我送来的卡带？有啊。这样，你答不答应？答应，答应什么？婉君，我非常喜欢你啦！自从在那个时光电台月刊看见你哦，我就对你念念不忘。希望你能做我的女朋友，可以吗？你傻的！我跟你讲哦，不可以呀、啊！我有男朋友了的，如果你再打电话来，我就报警。婉君，什么事那么激动啊？那个阿星啊。阿星。喂。你是不是婉君的男朋友？哎，我警告你哦，不要再打电话骚扰婉君哦，要不然我真的报警哦。搞错。可能是那个阿星太过热情啊。婉君啊，最近的治安很差，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不过你放心啦，我会看着你的。好啦。喂，时光电台。我要放火烧了你们！啊！有人要放火烧电台！太过分！华台长是不会让他伤害到你们任何一个人。那我们需不需要报警啊？我们已经向警方备案了，但警方说这只是个普通的恐吓电话，他们不会开案受理的。不受理？难道等我们全部花了灰，他们才来打扫啊？这些听众真是太疯狂了！好在我的听众都很理智，没有这些问题。太突然了，我想婉君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的紧张。我是不会连累电台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的，我保护你们，放心。好啊。那我们时光电台的男生也不能闲着，我们组成这个巡逻部队，做好防火措施，保护这城堡。蚊子能够飞进来，也不能飞出去。好，我赞成。我报名。Good。余兆奎、江明一组，柯欢和婉君一组。那我，我反对。对，散会。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你啊，你都要拿着书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喜欢。喂，你的手电筒是搞什么的啊？一闪一闪，弄得我眼睛很痛，你知道吗？搞什么？哇，肚子突然间很痛啊！我这样快刀卡死不了啊！我不行啊，不行，拿着，我抓，哇！懒人多屎尿。
我。你在哪里买的？你认识他？帮我买件呢、啊。你知道他？告诉我，谁是黄婉君的男朋友？我就是，怎么样？你就是，我就是要烧掉电台，杀死黄婉君男朋友的人。啊，你神经病啊！他就可以接受我了。什么？我甩！我再甩！那天幸好有婉君。哎呀，没有事就好了，没有事就好。虽然我不舍得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真的很喜欢科幻。我成全你们。你们这是郎才女貌嘞！我有点事要做，我先出去。你，我帮你。哦。Lucky 啊。台长，外面来了很多位帅哥啊，说要跟 Lucky 姐相亲啊。Lucky 香槟？相亲啊？哎，啊哈！哎呦，讲清楚是相亲还是香槟啊？你好啊！你好，我叫 Richard Ang， 我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钱。我爸爸是开卡拉 OK 的，我请你们去唱卡拉 OK 好吗？来，走。嗨，我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医生，我最喜欢户外运动，得空出来健健身、弹弹琴嘛。我是刚从外国回来的工程师，在本地最大间的建筑公司里面做工，而且我的性格就是敢爱和敢恨。我是外国回来的留学生，专修法律，有官司找我，没有也可以找我。发生什么事？你不知道没 ？Lucky 在公开征婚呐、啊。我也是要这个翻版林俊贤吧，这个台长，请你 skiski 有礼貌一点，请你走开，不理他的，不用管他，对，来来来，我心里只有你，也没有他。
相信我的真心比我真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要补个妆。老弟啊，让开让开一下。难道是我错觉？号外号外，台长啊台长。哪个谁出手？你还是你？哎，是我。有客气了，夏雷梦，我叫你死气死气妒忌我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会帮你找出你的咸猪手，请你回去你的位置坐，不要这样侮辱我的朋友。Lucky Z， 你的眼睛是长在头上了。死气死气毛狸猫，台长，我知道你死气死气顶不顺，这么多人跟我相亲，我知道你死气死气顶不顺，我不理你。不过，请你不要侮辱我的朋友，请你走开。还不给我抓到你，你的时速是0.8，很抱歉，我的是0.02，还有这个我已经book了，懂不懂？不好意思各位，请你们回家等消息。有人要你跳槽，你会怎么想？不会吧！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机会，让我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啊！小妞被炒，弟弟，为什么会是我？这是大老板的指示。如果我们换了新公司，应该会有很多的火花。有人找我跳槽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我那么辛苦为了电台，叫你叫他跳槽吗？求生求义求变，这个是你教我的，我这么做有错吗？原来你们一直都那么想。